信仔唔吸毒，阿靓鹏早明行翻正路啊！其实就是非常好。房东涉毒嘅事，除咗变成各位街坊街里茶余饭后嘅话题之外，都成为渔圈长辈讨论嘅重点啊！早两日，向太同印尼先至为咗呢单嘢隔空开火，一边就话搭猪只嘅米手软啊，迟教好个仔先俾翻人哋。一边就唔抵得细侄俾人噶，害命闹爆对方心地唔好啊！不过同为长辈嘅靓就唔想差只脚埋去啦，为人哋嘅事唔关佢事、啊。最好咧就唔好八卦，因为你又理人啲嘢，又要八卦人啲嘢，跟住又要自己去顶，讲咗啲嘢又要顶翻出嚟，哇！嗰啲就会整到自己老得好快嘅，个个人都有好嘅，有坏嘅，不过个个都系人，所以你睇系好嗰一边，唔好成日讲人哋坏嗰啲。阿 J 先，我都由细睇到佢大，只不过搭错咗一下，咁就希望佢可以翻到正路。仲话对自己个仔林德顺就好有信心，一定唔会掂毒喎。